今天又来吃饭吹冷气啦，没错，这间 Metro Top 又是我最爱的 Double 系列餐厅。它的环境非常的舒适又漂亮，有冷气吹，又有免费停车场，又有免费的咖啡。你说说，我怎么可能不爱 Double 系列呢？免费的咖啡就是好喝。它的牛肉面汤汁很浓郁，它的肉也是蛮嫩的。一杯咖啡加一个牛肉面才10块钱左右，你说划不划算呢？如果再加上它的辣椒，哇，那真的是 YYDS 啊！这边从早到晚都有很多优惠，而且也是蛮好吃的，吃完还可以去隔壁的 Metro Town 逛逛。关注我，一起发现沙巴的美好。